被害人涉嫌诈骗，涉嫌诈骗分子假借副总统名义诈骗上百亿古董。这名天道盟主嫌打着副总统赖清德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，找了同伙扮演掮客，骗称说专门替政府高层在外挖宝。被害人信以为真，把市价120亿元的古董通通交给了他。 直到支票跳票，才惊觉受骗上当。而有些古董已经遭到变卖，声称损失最大的就是一幅市值高达5亿元的张大千字画。 专案小组破门，进到帮派分子据点，但里头没有毒品，没有枪械，而是满满的字画瓷器，就像是藏宝库一样，每个房间里都是古董。嫌犯声称这些是花钱买的，但他花的根本全是空头支票。 被害人是一名古董收藏家，交际报案说被骗走市价120亿，一共上百件古董，其中一幅开价5亿的张大千字画已经遭到变卖。警方找回70多件包含于右任的书法字画和汝窑等等艺品，而嫌犯能这么轻易骗到手，全因为打着副总统赖清德的名号。 这名黑帮天道盟天德会大哥，绰号海哥的张姓主嫌，联手底下6名小弟一起演戏，假扮秘书掮客，自称专门替赖清德和府院高层在外寻宝，愿意出120亿购买上百件古董。直到被害人发现这些支票根本不能兑现，才惊觉受骗。嫌犯甚至还偷走被害人家钥匙，私闯民宅偷走非卖品。后续他的住家一遭这个不明人士闯入行窃，财产损失达新台币上亿元。 他们10月份才诈骗新北市一名被害人，得手1900万的古董，同样也是打着副总统特派员的旗号。黑道大哥缺钱，演起掮客诈骗，还是躲不过警方追缉。记者张立明，台北采访报道。